好，我们今天开始上课，要讲的是有关政治方面的皮水政治。我们已经涉及到第五条，现在把25条联合起来看一下，是吧？首先说第五条啊，它讲的皮水夹热症呢，用月碧夹猪汤。那么这个方子的话呢，理解一定得是那汉法的代表方，但是呢，因为它出现的情况呢，就像原文所讲的，这个一身面目红肿啊，是不是啊？脾水，脾里之水，这个里水绝对不是指这个实水正水，是吧？那么它这个因为脾水的病位和脾与肺相关，脾不能很好的运化水湿，肺呢又湿这个宣发，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就不能够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因此呢出现了小便不利。那么肺湿宣的话，因为肺和皮毛接这个泛溢到这个脾里的这个水气啊，如果呢既不能从汗出，又不能从小便而解，它必然呢就会郁于肺胃而化热。所以这地方呢，月碧汤在这里面要发挥的作用是发越水气，渐清郁热。那么为什么还要加白术呢？白术是一个健脾利湿祛湿的药物，是不是？所以这个加白术的意思呢，就是要除肌表之湿。我说发越水气，也等于呢，就是通过发汗法来呢发散在表的水气。因此呢，作为月碧夹猪汤，是吧？特别是大家要看到一身面目红肿的问题，说明一身啊周身面目呢接肿，而且呢这个水势呢也很大啊，不是一般的。因此在采取怎么样呢？其在表者汗而发之啊。这是月碧夹猪汤。下面呢我要说呢25条，它是呢用离水二字代表了第五条所言啊那些内容。那么用一正两方提到了月碧夹猪汤主之，甘草麻黄汤宜主之。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甘草麻黄汤，它所主治的症是一个什么症？方剂呢只有甘草和麻黄两味药组成的，其比例呢是1:2，甘草2两，麻黄4两，是吧？用麻黄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也是通过它的发汗力要解除在表的水湿，是吧？那么甘草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要和中啊，要这个对这个麻黄的发汗力啊要有一定的牵制，是吧？所以从这个方中啊，以方测证，它一定得是什么呀？脾水表示无汗症啊，表示无汗症。所以呢两方要是进行比较的话，也就是说呢，一个是在热上，一个是在汗的问题上。这个月碧夹猪汤的话呢，它是有肺胃之郁热，因此一定呢在发汗之中要兼清郁热的，是不是？那么作为这个甘草麻黄汤，正因为它没有郁热，因此呢这个就针对在表的水湿汗啊汗法就可以了，表示无汗症。两个方症之间呢都有汗，一个是在肺胃郁热熏蒸而汗出，是月碧夹猪汤，一定要有石膏在其中，是吧？兼清郁热。那么作为甘草麻黄汤，因为是表实无汗症，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直接发汗，是吧？发汗宣肺，利水和中。请大家注意一下，甘草麻黄汤在煎煮法上这个要求呢依然是仲景的这个啊，
他这个一贯的做法，对麻黄是吧，要求呢先煮麻黄去上沫。这个呢以前我们在讲葛根汤的时候都说过了是吧，麻黄一定要先煮去掉上沫啊，这个有它的道理，就是防止呢这个心烦是吧，麻黄碱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然后再把甘草纳入是吧，煮取三升温敷一升是吧，这个地方呢就是一次呢敷三分之一的量，然后说呢重复汗出，不汗再服肾风寒。可见呢就是在没用甘草麻黄汤之前呢它是无汗的，而且为了保证这个水气呢能够一汗而尽，那么呢配合甘草麻黄汤的发汗力，要呢加以这个什么呢，盖上啊这个被啊是吧，令它发汗，但是切不可如水流离啊。那么而且说呢，如果一汗不汗的话，没有尽除，还可以怎么样呢，再服药尽啊，水气尽除啊，再止。同时呢在发汗的过程中要注意呢肾风寒，不要呢在外感风寒之邪。这是关于呢这个月碧夹竹汤啊和甘草麻黄汤两方正进行比较的话，甘草麻黄汤既内无余热，外呢又表实无汗。所以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平素体质上可能是不存在着阳气偏盛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既或是脾水发病，在早期的时候并不见淤热症啊，并不见淤热症。这是关于这个甘草麻黄汤啊，在这里面呢我要加一个暗语，一个要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本篇里面所用的方剂使用麻黄啊，这个要占多少呢，在十首方剂里面有六首方剂用麻黄是吧，所以麻黄的这个作用呢，我们在中药学里面是第一个药物，讲的是发汗平喘利水。那么这个发汗药就是因为它具有上宣肺气，又能够怎么样呢，下疏膀胱啊，利水道，因此呢在这个水气病里面可以说显示出了它作为主要的啊这个功用啊这个功用。第二呢就是在复方里面的一个中风篇第五篇的复方里面讲到了千金的月碧夹竹汤，当然了千金里面也是专载了张仲景的这个月碧夹竹汤，其中他提到了呢就是叫做凑理开汗大泄，这个技术的话呢实际也说明了月碧夹竹汤症啊应该怎么样呢，有汗，这个汗它是呢由于肺胃淤热啊熏蒸来的，是内热所迫。而甘草麻黄汤症呢属于脾水表实无汗症，所以两个方症呢要进行鉴别。这个地方呢我谈的这两点问题啊，也有利于我们对今天讲的这个二十五条把握它的这个原文的精神实质啊。下面我来讲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请大家看原文，脾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捏捏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这里面呢有一个词解叫做四肢捏捏动啊，捏捏动呢是形容其动而轻微啊，不自主的肌肉跳动。这个呢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认为脾水啊它这个对外表的阳气有阻遏，所以呢这个方症的话呢我们给它定为脾水阳瘀症。首先说脾水为病四肢肿是吧，和前面所讲的一身面目红肿啊是吧，是一个意思，肿在四肢而且是在皮肤中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呢仲景用原文呢把它表述得很清楚，讲的是脾水，而且呢
这个在四肢肿的情况下呢，伴有捏捏动，啊，伴有捏捏动。那么这个呢，和脾主肌肉，脾主四肢啊，紧密相关的。所以脾运呢，这个功能是吧，不健，因此水湿呢，它这个归于四肢，而表现为浮肿。水湿郁遏阳气的结果。这个呢，有关捏捏动的这个词解，作为本科生呢，必须啊会解释什么叫四肢捏捏动，不自觉的一种肌肉跳动，怎么发生的？这个病因病机是由于在四肢的水气是吧，脾水，那么它呢这种水湿郁遏阳气的结果，水气和正气相搏相争啊所出现的情况，也说呢可以说呢水气和在表的胃气。相搏相争啊，这个地方呢一定是这样相争的结果出现的一种轻微跳动的感觉啊，或者能看着肌肉跳，或者是自己感觉在轻微的跳，这个呢也说明他这个水气怎么样呢，过剩是吧，阳气这个被水湿啊所淤了，那么呢也证明阳气不宣了。那么防己茯苓汤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功效我们说呢，有桂枝是吧，有茯苓，而且茯苓呢是六两，这里面有通阳化气之意，桂枝配茯苓对吧，茯苓又是重剂，所以通阳化气的作用存在着。那么阳气被瘀的情况怎么解决是吧，这个里面呢有防己和黄芪走表祛湿是吧，黄芪和防己的配伍，这个地方我们在防己黄芪汤那个啊，方解里面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作为走表祛湿，能够使皮下之水从表而解，啊。还有呢，就是桂枝和茯苓，我说通阳化水，实际是小便从什么呢？从小便而出。所以这个方子的话呢，既走表也走水道，是吧？也可以说是汗利两法。但是作为苓桂啊为主要量的话呢，还是利小便法为突出的，是吧？特别是桂枝和黄芪的相伍，还有通阳行痹、鼓舞胃阳的作用，那就是说在表的胃气啊，在表的阳气被瘀，能够不宣，所以呢，它这个作为桂枝和黄芪呢相配伍在一起呢，有一种通阳行痹和鼓舞胃气的作用，啊，还有呢就是甘草的调和作用，特别是黄芪啊，在其中呢。不是和表虚的那种啊去这个固表，而是呢用黄芪和甘草配伍，加强健脾治水的作用啊，这也证明脾气旺盛啊，它可以怎么样培土以治水的功效，所以呢对于还可以预防渗水的上犯，以免加重呢水肿的啊病势。那么关于这个防己茯苓汤和防己黄芪汤这个两个方证有什么异同点呢，是吧，下面呢我用一个表格的形式呢给大家做一下比较。这两个汤证啊，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要比较相同点啊，相同点都属于呢这个表虚不是在表证的啊，是属于呢均是治睡气在表啊，在用药上呢也有相同点，在方药上呢药物应用上同用防己黄芪甘草三味药啊，这是相同点。所说的不同点啊，不同点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鉴别。首先说症候上
我们刚刚讲过房脊浮梁汤证治的是什么呀？脾水。阳郁症，房脊黄芪汤证呢是属于什么呢？风水。就在症候上两者鉴别，房脊茯苓汤证是属于脾水阳郁症，房脊黄芪汤是属于治疗风水表虚症，这是症候上的不同。在组成方药上，我刚才已经说了，房脊茯苓汤里面除了房脊茯苓是吧，也就是说呢是房脊黄芪汤呢去掉了白术加茯苓桂枝，那么作为房脊黄芪汤呢，它就是房脊黄芪甘草呢，再就是白术了。啊，就这么组成的，因为同用啊房脊黄芪甘草，加上白术，这就是呢房脊黄芪汤的它的这个成分，是吧？那么在用量上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我就不写板书了。那就是房脊茯苓汤呢，房脊黄芪是各三两，茯苓是六两，是吧？桂枝三两，甘草二两。那么作为房脊黄芪汤证的话，房脊黄芪汤的组成啊，它这个量呢很参差不齐。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参照千金的卷八，是吧？那个剂量呢是比较标准吧，可供参考的。那么关键我要说的，房脊茯苓汤茯苓是六两，而且有和桂枝的配伍，桂枝是三两，而这个黄芪呢，房脊茯苓汤的房脊和黄芪三两，多余呢房脊黄芪汤的一两和一两一分，这个在用量上明显差异啊，明显差异。因此呢，作为从病情上来讲，房脊茯苓汤这个总是一定房脊茯苓汤为重，不然它不能有苓桂记忆的这个啊通阳化水啊，而且用量很大。这个是呢从肌表之水总是上来说啊较重，也就是说呢它从条文上说四肢肿是吧，而且呢包括前面讲脾水一身面目红肿是吧，所以这个房脊茯苓汤的四肢肿且捏捏动，说明它肌表之水啊总是比较重。那么去除在表的水邪，这个去除在表水湿之邪啊，它这个力量来说，作用来说比较强，那就是呢通阳化气这个功效。功效上依靠苓桂配伍通阳化气，再我说既可汗又可利，表里分销。而房脊黄芪汤呢，它是针对脉浮身重汗出污风症，特别是汗出恶风为重，证明是表虚为重，是吧？因此用他这个方子的话呢，重在益气固表。啊，化湿利水呀、啊，或者说呢，他这个利水消肿啊，都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是房脊黄芪汤，重在解决表虚的问题。随着呢固表止汗，同时解决呢它的水肿。
这是两个方正呢，我们比较了一通点，这两个都是一类条文，本科生同学呢一定要把它把握住。怎么鉴别？都是这个在表的水气，一个是呢阳气被瘀，一个是呢表气已虚，是吧？那么在这个方剂上呢，用药相同在都用防己黄芪和甘草，但是量的不同，主服佐使的那个配伍意义就变化了。所以呢，相对来说，防己茯苓汤针对总是为重，那么去除在表的水湿的作用也较强，所以它的功效在于通阳化气，汗利两用，表里分销。这个呢就是益气固表，化湿利水消肿。好了，这是关于第24条，是吧？下面我们接下来再要讲的呢就是27条普惠散。同学们一定会记得呀，我刚刚讲过的是13条治疗什么呀，小便不利症，提到了小便不利普惠散主治，还有什么方呢？滑石白玉散、茯苓蓉圆汤以主治，一症三个方，是不是啊？是属于同病一治提出的普惠散，讲到了它治疗湿热小便不利，那么也可以后世用于呢治疗热淋。现在我们要看它用在这个水气病篇里面，叫做绝耳皮水者，普惠散主治，是不是啊？那么绝耳皮水呢，也就证明这个皮水兼有什么呢？手足的逆冷，是吧？它没达到绝冷的那个程度。为什么又叫绝呢？也是呢阳气被瘀，但是叫做皮水手足逆冷症。也就是说呢，普惠散呢，它既可以用于治疗湿热的小便不利，或者是热淋啊，湿热淋都可以说啊。现在用普惠散呢来治疗脾水兼有手足逆冷，它还应当兼有什么症呢？从方侧症来说，既然能够清利湿热，是不是？它应当兼有一些什么呢？比方说肿势啊比较明显呢，是吧？作为脾水深肿，本来肿势就重。那么尤其呢也是一种阳气被瘀的一个情况，那么按之莫止啊，不恶风寒呢、啊、小便黄热短少啊，以及舌苔黄腻，是吧？这样的一些湿热症状应该相兼的，所以应该补充不光是手足逆冷，应该伴有一些什么呢？湿热症。还得应当呢具备脾水自有的，就是脾水总是的问题，对不对？比方说这个湿热的问题，小便的短少啊、黄啊、舌苔的黄腻啊等等，至少是这样，偏于湿热型。那么现在要说那这个逆冷的问题怎么解决呀？就得怎么办呢？通过利小便清湿热的办法，是不是？把这个阳气得通，手足逆冷的症才能随之解决。因此普惠散仍然是一个清湿热利小便的作用。在我所讲的脾水手足逆冷兼有一派的湿热症状的同时，仍然用普惠散来治，这就证明啊，重点教给我们的不是看症状，而是要变什么呢？变症候。症候的落脚点落在什么呢？湿热上。那么阳气呢也是被瘀的啊一种情况，那么小便不得通啊，量少或者色黄啊，就得采取什么呢？把阳气让它怎么样得伸展，得以伸展，得以呢宣通才行。那么叶天士啊总结这一条用普惠散来治疗，体现的是什么呢？温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我觉得呢在这一条上呢体现的非常的啊清楚，就是说呢这个通阳啊不在温。比方说刚才我们讲防己茯苓汤要解决这个阳气被瘀的情况，它就呢加重茯苓不说，得配上桂枝，是
对吧？茯苓用到六两，而且用桂枝来化气兼解表。那么这个呢，也要利想便，也要给湿邪啊、热邪呢给一出路。但是它并不是呢用温药，而是用蒲葵散这样的呢，既能够清湿热，又能利小便的。那么有人说这蒲葵散到底怎么用好，是吧？一类呢，就像我们讲义所说的这样，是吧？它这个可以内服，但是也可以怎么样呢？用外用，这在医案里面的都有记载，是吧？那么用生蒲黄的话呢，就它有呢化瘀呀、啊，是吧？也可以呢利水。那么回过头来，你要说这个有血尿的问题，可以呢用炒蒲黄，但总的来说，用这个散剂也是散者啊，散者散也，取其速效，给利小便以通路。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地方呢，要是加一个暗语的话，应当使出的是阳水，是吧？包括后世总结的阴水、阳水，作为风水、脾水，属于阳水的范畴。那么如果要是偏于热症、实症的话，应该说疏风宣肺、清热利水为要，是吧？所以本篇所提到的月碧汤啊、蒲葵散呢，实际上就是体现了这种治法，不仅要宣发，是吧？要疏风，而且要清热利水，就是从汉法上来讲，从历法来讲，一定要利水湿，同时要清热。那玉碧汤不就是吗？发越水气，兼清于热，要用石膏。而这个蒲葵散的话呢，清湿热，通过蒲黄啊这样偏凉的药物来解决。所以呢，为这个后来的治法呀，奠定了基础。再一个呢，就是脾水的正治法，它毕竟呢是属于阳水的范围里的，是属于阳中之阴。还是应该用汉法，比方说提到了月碧夹竹汤啊、甘草麻黄汤啊，这都属于汉法的表啊，这个代表。如果防己茯苓汤，包括蒲葵散，这就是利小便的法啊为代表的。或者说防己茯苓汤是汉利两用法，是吧？这都是呢同病一治的啊一种体现。下面呢，我再请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就是26条。讲的呢是正水与风水的鉴别，但是呢它也设计了两张方子，一个是麻黄附子汤，一个是杏子汤。杏子汤啊，因为有方名而没有药物，我们呢就不做解释了。后世呢一家也有说是麻杏石甘汤啊，还是什么什么，我们呢把这个呢就算存疑待考。我要说的是麻黄附子汤，麻黄附子汤就说呢，正水和浮水两个呢之间在阴阳的属性上是有别的，是不是啊？风水为阳中之阳，而这个正水呢是为阴中之阳，都属于水气在表，都可以用汉法来因势利导。但是呢辨证施治的话，他给做了一个提醒，叫做什么呢？脉沉小而坚喘，这显然是正水了啊。脉沉小，原文里面讲了，是吧？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是吧？我们讲正水的命名就源于它在病机要点上择之于肾，是吧？主水的这个功能实质了。所以脉沉小属少阴，所以呢它兼喘症为正水。那么也就是说肾阳虚的症呢，你要发汗还是不够的，还应该兼顾一下肾阳，是吧？要发汗温经，同时要兼顾肾阳的话呢，麻黄附子汤三个药，麻黄附子和甘草配伍，附子一定是泡附子，麻黄发汗，泡附子温经，是吧？甘草的话呢在这里面就缓和，是吧？所以呢使它呢助阳而不伤阴，发汗而不损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是吧？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在条文分析上再多说了。我想呢引一个任英秋啊教授生前在他的这个医疗经验的总结上啊，曾经谈到了关于这个给水穴以出路的问题，是吧？他提了两个啊病案体会，请大家注意听一下啊。也就是说呢，他曾经治疗了一个水气病，全身浮肿，医生一再的用真武汤和五苓散合用，但是呢浮肿不但没有消退，而且呢出现了新的情况。什么情况呢？
就是脉沉细弦，而且呢时有恶风寒的症状，舌苔呢薄白，是吧？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情况，就是呢他有阳气瘀表的那个啊情况发生了，就是风水和正水它两个都是呢有兼表的问题，但是作为正水阳气瘀表的时候它不能宣发，是吧？这个时候呢这个表的水气怎么办呢？那么任老就采取了麻黄附子汤的原方，是吧？就是麻黄用了4钱，附子泡附子用了3钱，炙甘草2钱，连服了2剂，汗出而水肿全消了。那么怎么解释它呢？就认为是阳瘀表啊，那么适合于用温补与心散啊合用，而不得用淡渗利水，啊，这就是说给水邪的出路呢。前者是真武汤加五苓散的，是从利小便的方面，是吧？想给他解决浮肿问题，结果呢适得其反。这回呢改成什么呢？温补之中何以心散？所以呢他这个汗出而肿消。又谈到了一个呢治痰饮的患者，是吧？痰饮的患者的话呢，经久的用了一些猪符汤啊啊，而且用了上百剂，不但饮邪没减，反而呢日渐浮肿。然后呢经人介绍呢就来请任云秋教授给看，当时看诊脉呢是脉沉弦有力，舌干少津呢。那么一问的话呢，他就是长期用猪符汤呢，实际上光去补益脾肾之阳了，阳气结果怎么样呢？过于的鼓啊，这个结果呢，鼓舞的结果呢，就是激发这个痰水啊四溢了，所以呢光去补而不泄，没给水饮以出路。结果呢任老马上就投了一个什么呢？五苓散的重剂，桂枝3钱，猪苓1两，茯苓1两，泽泻5钱，白术3钱。看来呢就是用一个苦降淡渗之性的导水邪外出，所以仅仅4副药小便通利了，浮肿也尽消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啥呢？同样是浮肿，一个病痰饮，一个病水气，痰饮和水气两者是同源遗留的，是吧？那么由于给水邪出路不当，结果呢两个不同的结果，所以证明的是该用心散的时候，你结果错误的应用了淡渗，或者是呢光补而不泄，都会造成邪无出路，而水肿或者痰饮不消。这个呢应当在我们今后的临床实践中啊引以为戒。下面的时间呢我来讲一下气分病啊。这就是呢我总结一下关于脾水的症治，我谈了第5条讲的越逼加猪汤，25条又是越逼加猪汤和甘草麻黄汤的鉴别，24条防己茯苓汤，我把防己茯苓汤症与防己黄芪汤症进行了鉴别，用一个表格的形式呢给大家做了归纳。27条讲了脾水手足逆冷症，那么呢用蒲葵散采取的是啊清湿热利小便。那个麻黄附子汤的这个症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啊水肿症了，是吧？就是属于正水表有水气症，是吧？正水表有水气还是在表，因此也可以用汗法和利法怎么样呢？急则治其表，然后呢再服气症。有关食水的症治，因为正虚比较重啊，那么为难治之症，应当结合后世诸法，再一个呢就应该结合当代临床实践以及这个研究成果啊，比较相对稳定的啊，这些呢应该啊把它学好。这里呢正水的这个治疗呢就不谈了，就是食水啊，食水因为它正虚比较重啊，为难治之症，所以呢需要结合后世的一些理论啊来结合学习。下面的时间讲啊气分病，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原文，气分病30条是吧？31条，首先看30条的原文。30条的原文呢，实际上它提示了一个气分病的治疗原则啊。首先我们说呢，作为气分病呢，在病因病机上是由于阳气衰微，大气不转。这个大气就是呢胸中之宗气
啊，不转。那么在治疗原则上呢，就是条文的这个倒数第二行，请大家看书30条，提到了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啊，也就是说呢，作为阴阳来说呢，它应当是互相维系的啊，不得相失啊，不得相失。那么现在呢，如果出现了这个气温病，那么也就是说呢，它这个一系列的表现呢，比方说阳气衰微啊，是吧，造成水气病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包括出现的水肿和胀病之间的鉴别，那么呢，有形和无形之间的啊鉴别，气分病经久不愈，它可以转为水病的。这个地方在治疗原则上，就像他提到的，一定要保证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啊，是。我们来看一下31条原文，他所提到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啊？31条原文说：气分心下间大如盘，边如悬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心附子汤主之。啊，这个里面有词解，比方什么叫悬杯啊？就是把这个杯子啊扣过来，是吧？那么样的一个形状，表示在心下间呢有那么一种呢边缘很清楚，而且是像倒指的一个杯的那样。那么心下呢是指的胃，是吧？是指的胃。那么隐停在心下的话呢，它表现的什么呢？边缘清楚，而且大呢如盘，边儿呢就像悬杯一样，非常边界清楚，啊。那么最后结论叫做水饮所作。我想呢，这个第一告诉你，这是水饮为患，水饮怎么啊造成的？因为大气不转，是吧？造成呢阴邪的那停聚。那么回过头停的部位在哪儿呢？在心下。通过这个从方侧证看，这是一个表里同病的情况，啊，表里同病的情况。因此呢，它也应当兼有一些什么呢？水气不化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什么要去掉芍药？那因为这个心下的脾间呢，它是由于水饮呢阳虚阴凝啊一种表现，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同样是水饮所作。这个呢属于阳虚阴凝，阳虚阴凝，阴凝于心下，是吧？这个阴凝是指的什么呢？这个大气不转，是吧？水饮呢也就是阴凝的结果，停于心下了。那特征上呢表现什么呢？大如盘，边如悬杯，是吧？这就是水饮停聚表现在心下的一种症状。我们说桂枝汤为基础方，去掉芍药的原因，因为芍药的酸柔不利于饮邪的化除。为什么要加麻心附子汤？麻黄细辛是心温啊，心散温通的药物，剖附子是专门能够振奋阳气、能够温经的，所以这里面有发汗、这个散水，而且有剖附子的温经啊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我说呢，它是为了使阳气通行，使阴凝解散，水饮自消，必须是通彻表里，是吧？通彻表里。那么也就是说呢，通过麻心附子汤的温发里阳，是吧？振奋胃阳。那么靠桂枝汤，是吧？这样的一个呢，和麻心附子汤和桂枝汤去芍药汤两方合起来，协同作用，就是达到呢这个温阳散寒、通利气机的作用，这样才能呢大气一转，其气乃散，水饮啊阴凝才能得解。这个在临床应用上啊，这个桂枝去芍药加麻心附子汤，我刚才已经讲了，是属于阴凝于心下、表里同病的这么一个病情。这个要温阳散寒，靠谁呢？那么麻黄细辛附子
是不是啊？那么温经啊发汗的作用，桂枝和生姜呢能够通阳化气，也是能够温散寒饮的，作为甘草和大枣呢来补益中气，所以呢它有阳气振奋了，大气就运转了，是吧？当然寒饮啊可以得出，表寒也可以外散。所以这个方子的特点呢，像尤再京呢评价说呢，说它不知攻其气，而以心肝温药化阳，行阳以化气。这就说呢，你看不到呢用心肝温药去温化，是吧？而是用心温呢行阳，振奋阳气的，这样目的就是通利气机，使大气一转。再一个呢，就是方后注里面提到当汗出如重行披中济郁，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说它这个有发汗作用，是吧？重行披中的感觉呀，就像我们讲防己黄芪汤似的，这是得效的一种标志，像小虫子在皮里呀爬行的样子，是吧？这是阳气被振奋了，是吧？浮行于周身，推动呢阴凝之邪能够外达到肌腠之症啊，这种表现特别细心，我都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专门能够使在阴经之里的寒邪隐邪可以外达，况且它要和麻黄啊相舞，更增强了这种啊作用，所以说济郁要有这种表现就是快好了啊。我觉得呢，这个桂枝雀芍要加麻黄附子细辛汤，加麻辛附子汤这个方，就是体现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啊，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那么对于这个寒饮呢，趁阳虚而济解在气氛，不去直接应用破气药，而是用心肝发散、温阳化气的药去给予根治。这个呢，对于胀病可以说是审因论治的啊，这个治法是一个有效的范例。在临床应用上呢，有人呢对于这个金匮方歌这个扩啊，那么它这个体现的呢，就是在这个原方的基础上、啊、加一味知母。知母这个药呢，我们说是清热啊，滋阴清热，而且除烦止咳，它这个就叫做消水胜郁汤啊，叫消水胜郁汤。那么这个呢是治疗水肿的第一方，是加知母。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比方说我刚才讲这个越碧夹竹汤的时候，其中那个条文提到如咳者就不能再用越碧夹竹汤了，为什么呢？那它毕竟是一个发汗方，你要是用了以后小便这个情况不说，就是汗多了的话出现口渴，证明伤津液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继续再用越碧夹竹汤。像这个地方的话呢，他又讲的呢，就是呢加上知母，叫做消水胜郁汤，是治疗水肿第一方，因为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是振奋阳气、大气一转的一种治法，是吧？那么一门法律啊，他呢就是在原方的基础上认为加剖腹子的量，是吧？那么作为治疗阳衰阴盛的这个胀病啊，应该是首选药，因为他取它的是什么呢？振奋阳气的作用，是吧？那么靠它的温热之性达到温经的作用，所以这个地方呢就等于呢这个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桂枝雀芍要加麻辛附子汤它的这个功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临症应用的话呢，轻症的话就像一般的感冒啊、慢性气管炎呢、啊、那么适当加味，是吧？特别是对于寒湿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对于阳虚阴凝的肝硬化腹水啊、肝肾综合征啊、风湿性的或者肺源性的这个水肿啊，特别是伴有心衰的这个情况，那么都可以在本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还有呢，就比方说出现了脾虚呕恶，可以呢加上半夏呀、陈皮啊，利就是加强它的化饮呢、化痰的力量。这是关于临床应用，包括呢对气温病的理解啊，我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32条，仍然在讲心下尖是吧，大如盘，边如旋盘，还是水饮所作。那么这一条和我刚刚讲过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水饮它强调脾解在心下，是在中焦啊，是在中焦。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他用气愤二字实际上呢已经省略了。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方已经提到，开头就讲气愤心下间，大如盘，便如寻杯，水饮所作。这块呢把气愤省略以后，仍然是气愤病的一个病症，但是这个气愤病呢，它是脾弱气滞。是中焦气滞的情况啊，中焦气滞。中焦气滞的原因呢，我想呢，就是因为脾虚气滞，是吧，使那个脾的转输功能啊发生了障碍。脾的转输功能差了，当然水饮就怎么样啊，停局在心下，是吧。那么因此就有心下脾坚呢，也会出现怎么样呢，大如盘，边如悬盘。像他形容的盘子，我这么想啊，比那个杯子怎么样啊，范围大。所以这个蜘蛛汤在心下的表现呢，比刚才我讲的那个呢，水饮的程度是在中焦停聚的。因此临床我们经常把蜘蛛汤用在比方胃下垂的病人，是吧。那个是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中西医检查都是要进行扶诊啊，一只手啊给他扶住一侧，然后在另一只手怎么样啊，向对应的方向呢进行拍打，看他的振水音，那来了解他是否有胃下垂的停饮。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什么呢，被参透视啊啊等等，这样检测手段，看他那个胃下垂的程度是下垂几度啊，有的严重可以呢掉到盆腔，其下即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蜘蛛汤为什么可以治疗这样的情况呢？过去我们讲中药，理解知识之窍是破气药，对不对？破气药怎么能用到这个胃下垂的病人身上呢？这个呢就是通过动物试验，我们已经发现知识之窍它对于平滑肌，包括胃的平滑肌、子宫的平滑肌，是吧，包括肛门的这种脱垂、横结肠的脱垂，中医在病机分析上认为是叫做中气下陷。那么作为知识之窍呢，有很好的，是吧，使平滑肌怎么样呢，收缩力加强啊，增强它的张力。因此呢，对于中气下陷所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用补中益气汤加知识或加知窍，是吧。那也就是说呢，通过实验研究证实呢，它的这个破气力啊，不是使下垂更重了，反而呢在一派的补气升体的这样治本的方剂中着加以后呢，有改善症状，或者是呢这个对下垂啊这一类的疾病病症有很好的疗效，是吧。下面我们看枳实配白术。枳实呢就叫做行气而消脾，白术呢正好针对水饮所作，健脾化饮。那么这个方子的功效呢，就在于行气散结，健脾利水。所以后世的话呢，也在这个方子基础上配制成丸药或者水丸，加呢比方说木香砂仁，叫做香砂蜘蛛丸，是吧。还有的呢配上什么青陈皮儿啦，或者焦三仙儿啦，这个呢对于脾胃病在中焦的，不管是寒饮啊还是气滞啊，是有很好的治疗作用的。那么在这个暗语的问题上呢，我想谈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水和气的同治法，是吧。前面我们讲血分和水分可以水血同治，我向大家推荐了当归芍药散。现在呢我要讲的就是这个蜘蛛汤治在中焦的水饮所作，实际上是一个水气同治法的一个标志，是吧。对后来的行气利水法的建立，或者说呢方剂的这个研制，起到了很好的啊这个奠基作用。这个在临床应用上呢，蜘蛛汤啊有的呢加一个荷叶，那么使它呢生发胃气，主治呢饮食停滞啊，脘腹痞闷啊啊，或者是心下间呢，这个效果更好。但是在我们北方，新鲜的荷叶、啊、还是比较少的，是吧。在南方呢，觉得呢这么用的话，包括对心下脾满呢、啊、肝脾肿大呀，这个还是有效的。我呢
就是通过我临床体会，包括呢我看到了动物试验，的确是枝石和白术的配伍，对于胃下垂、子宫脱垂、横结肠内脱垂以及脱肛有很好的疗效。脾虚的可以呢重用白术，但是一定要是焦白术，因为生白术呢超过25颗就是泻下的作用了，这一定要注意，是吧？在炮制上要注意到生的和炒的量大了作用是相反的啊。如果偏于气滞的话呢，就重用什么呢？重用枝石，枝石也就是15颗左右，不能再多，是吧？它毕竟是有行气和破气的倾向啊。这个蜘蛛汤啊，讲到这里，我也请大家注意呢。这个对于痰饮篇里面，我们曾经讲了一个泽泻汤，是什么呢？泽泻配白术，是针对苦冒眩、痰饮所引起的苦冒眩、水气凝心症，上病而下取。现在呢是病在中焦，就在中焦，白术配枝石，取它行气，是吧？那个散结、健脾利水、化饮的作用。那么这一篇里面还剩下的呢，就是黄汉。黄汉这部分的内容啊，实际上是多年来啊是疑问比较大的一个内容，是吧？那么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呢，我在这里面把我自己的学习心得吧，也是认识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提供给大家。那么这里面呢需要预习一下有关的条文，是吧？一个呢就是它有关的论述，一条、二条、四是属于它的脉证上的啊，有关分析包括病因病机。还有呢就是两个方证，一个是29条的桂枝加黄芪汤，还有一条是杞芍桂酒条，杞芍桂酒汤是28条的。所以请大家对1条、2条、4条、28条、29条这个原文呢做一下预习，下次课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要分析。好，下课吧，再见。